赞赞赞！好，一队们今天表现100分，乐队们也是哦。好，那我们这个高雄女中乐一队呢，继续的向前走，来做一些队形上的变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慢慢的要公布大家练习的是，这一次呢，团体甄选高中组的冠军，他们是来自于北一女中的北一 Lucky。好，让这个同学们在舞台中间就定位。北一 Lucky 呢是纯女生的团体，他们校跳的是这个 Lucky 的高中社团，可以注意他们的舞蹈。Just like a website, whoa. We're linking up, burn on me and the thumbs. We're drinking up, pre-rolls and salons. Yeah, we're stinking up. One click on my fingers, yo, they're tinking up. And I'm your friend, my friend. We can chill out. We can all go to the grill now. Can't wait to the weekend. Got to the weekend. Link up with my peeps then. Every Friday evening, I'm going to the weekend. Hey, guys, it's the weekend. I'm going to the weeken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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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 wait. Can't wait. Can't wait. Oh, can't wait. Can't wait to the weekend.God to the weekend.
们的《宫廷高跷杂技》Go。的美丽事业团队，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个可爱的雪梨兔波波，在这个非常拉风的黄色法拉利上呢，来到了我们的2018 Open 大气球的游行现场哦。雪梨兔波波呢，2016年正式的诞生，它的眼睛呢非常的提拉提拉，雪亮，而且呢非常的具有美感。雪梨兔波波呢，希望能够给这个顾客呢最时尚的穿搭建议。它有一双大大的耳朵，就是要随时来聆听每一位顾客的心声。希望能够用这个雪梨兔波波温暖的拥抱来把爱、温暖给分享出去。当然呢，我们的统一集团呢积极投入美丽事业的经营，统一时代百货、梦时代、统一药品。康世美、统一家家、五家这个关系事业呢，经营得非常的有声有色。再一次的给我们的统一集团美丽事业最热情的掌声鼓励鼓励。今天我们的美丽事业团队也来到了现场哦，他们要一起跟我们的宫廷高跷杂技以及呢北一拉平呢，要给现场一段最棒的、充满了爱跟希望的舞蹈表演哦。希望呢，就大家能够呢多多的支持统一集团的美丽事业。好的，我们的五家关系企业都准备好了吗？今天呢非常的精神抖擞，给大家美丽、专业、信赖之余呢，也要跟我们的宫廷高跷杂技以及的北一 Lucky 要一起来带来一段表演，应该有练习的一段时间哦。OK， 来，大家把这个位置给拉开咯，准备咯，现场请大家整队就绪。来，来自于 OK， 准备好了吗？3、2、1，欢迎爱 Sherry。